转转转转到什么吃什么，我们现在开始选。哇，是一个汉堡糖，把它吃掉。再选。哇，是一个果捞棒，我们今天来吃这些，把珍珠糖倒出来。先吃果乐棒，一个小手掌，双味果乐棒，我们今天来玩幸运大转盘，转到什么喝什么。我们现在开始转，一个小星星，把它喝掉。小鸟，喝到4.9一罐，我就说还有谁，姐妹们，你买一个200来克、300来克的都得将近10块钱，你买个510克的，新疆卖15-16的，我只要你4块多钱，我的天哪！来，直接到手19块就4瓶，来改价上车。加上库存两罐，200单秒没，孕妇、老人、小孩、哺乳期都可以吃。一个月之前29.9四罐，29.93瓶，然后今天是19.94瓶。我就说这个价格，还有谁姐妹们都买过我家那个27.9的吧，3瓶的吧，是吧？今天是19块就4瓶，一眼4块，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便宜的罐头，而且它好喝，你知道吗？它每一个里面最少不低于3个黄桃，就是一个黄桃1500，大家能懂那个意思吗？就是我们里面3块的话，就是六片啊，就是6片，就是最少不低于6片左右，反正是在3个黄桃左右。这就是一罐的量啊，这里面有4个桃了，这个。当着大家面打开的。是的，俺们家没有下脚料，也没有那种碎的、烂的呀。俺们家都是今年当季的黄桃，一批文给他做的，这是当着大家面
谁往里面放一个，谁嘎嘣死，哥们儿。刚刚现倒的。当着面现打开现倒的，这是一罐的量，哥们儿。一罐大概里面有七大块左右，大小不一样，个头也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在七块左右。你看，六到七片，六到七块。拍两年，拍两年，保质期的话很长，罐头的保质期都是两年，姐妹们啊，24个月，因为它密封的比较好，它保质期就会时间久一些，所有的罐头都时间久。你看，哎呦，好大一罐，而且是那种脆软、脆软、脆软的。来喽，400单没有了，姐妹们直接去抢，19.9块钱直接破价给你发4桶，从来没有过的价格。前段时间刚卖的是27.9块三瓶，今天全部19.9块，玻璃装的碎了算我们的，它是外面是有泡沫箱在的。碎了算我们的，姐妹们啊，碎了坏了都算我们的。哎呦，真好吃！你知道吗？感冒了呀，发热了呀，身体不舒服呀，吃不下去饭呀，缓解一下呀，多囤一些罐头真的很不错。去年大家都囤了，是不是？黄桃罐头还是值得大家去买一单的。为啥？我说的话，各种各样的罐头都很多，但是大家买罐头一定要买黄桃罐头。为啥？黄桃罐头比较贵。一般的情况下，你看看别的罐头，什锦罐头呀或者之类的罐头都不如黄桃贵，本身黄桃也卖的比较贵。而且黄桃特和你说吧，超级好吃，买了一天照了两锅，直接就像大明说的脆软脆软的。谢谢宝子，谢谢大家啊！这个姐妹说买回家直接就一天照两罐，说就像我说的口感脆软脆软的，不是我家做的，我没有这个技术，这是厂家做的。姐妹们啊，一拍一拍，来500单没有了，就这么快，亲爱的，买回家，孩子给孩子囤一点，给咱家老人，给咱自己，哪怕咱不为了感冒发热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，咱就为了咱们追个剧、看个电视，家里空调开的比较足，暖气比较足，燥得慌，咱来上一罐行不行？北方都洗澡堂，去澡堂洗澡，热的有，燥的有，带上一瓶罐头，洗完澡给孩子来上这么一罐，行不行呀，姐妹们？过年的时候、过节的时候，家里来朋友了、来客人了，咱倒上一盘子，咱当个饭后小甜点招待客人，行不行？可以啊。两天就直接吃没了，哈哈哈，太好吃了，谢谢姐妹儿，拍了两单，谢谢您嘞。多少钱一罐啊？你在线下买，宝贝儿，不都得15块钱一罐吗？510克的，因为你买个200多克、300多克都得要你10块钱了。今天俺们家老铁19.9，看好价格啊，俺们家。我给你看一看，哥们儿。360克32.5，310克10块钱，750克25块钱，就一罐，500克的那一罐15块钱。俺们家今天给大家。正常大家在俺们家买过吗，哥们儿？是不是之前买过？四罐卖多少钱呢？四罐是不是卖21.9？一罐是510克，是不是四罐是不是卖21.9，哥们儿？今天俺们家立减10块，19.9四罐。本地，玉米暂时没有，哥们儿，玉米暂时没有，我就是追个剧，看个电视，给孩子给咱大人多囤一些。我说你收到货你知道有多好吃，而且这个糖水大家不要倒掉它，这个糖水是要喝的，这个糖水老甜了，就是那种清甜的，你知道吗？白砂糖的甜，它不用粘稠剂。哇，你喝完以后绝绝子，姐妹们，你放进去拍就行，每一个桃都是特别完整、特别新鲜的，而且都是黄桃，你知道吗，姐妹们？黄桃你们都知道，黄桃罐头是最贵的，因为本身新鲜的桃就很贵，比白桃、油桃都贵得多，而且比橘子的呀、山楂的呀那种罐头要贵啊，姐妹，成本要高，最贵的罐头就是在黄桃了，姐妹们，你看那山楂的啊、橘子的那种罐头都不值钱，实话啊。买了买了买了，谢谢，拍了两单，这么能拍两单的呀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口感你看每个都是那种脆脆的、软软的，它不是纯硬的，硬的梗，纯软的太面，我们家是脆的同时还有点面面的，有点脆脆的，脆软脆软的，姐妹们啊，就口感没得说。鸡爪的今天没有，钱的啊，店铺里面有，买了买了，谢谢官妈，拍两单，你也拍了两单呀，丽丽，谢谢丽丽。好清爽。我弟弟你知道吗，他来到家里，他说我喝一罐吧，我说样品不多了，他每次来他都喜欢喝瓶罐头，人是缘，我弟弟，你信我的，哥们儿，罐头什么时候卖的最好？到冬天冬天卖的最好，是，如果说是你对罐头不了解的话，你会感觉哎，夏天应该吃罐头吃的挺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次的数据是冬天卖的罐头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冬天卖罐头卖的是最好？第一个是尤其是北方，地暖开的比较热，空调开的比较热，人在屋里面都燥到了，对不对？来喝罐头真的特别解燥。第二个是冬天天气比较冷，容易感冒呀、
发热呀、咳嗽呀，或者是就是比较容易生病嘛，来喝罐头，特别缓解你的心情，哥们儿，真的特别舒服。如果说是你感冒或者发烧了，你来喝罐头，你就感觉轻了一半，是不是这样的，哥们儿？就是俺小时候，我说实话，我一咳嗽一发热的时候，俺妈都会给我倒上一罐罐头，就感觉立马就好了一半，真的特别舒服，哥们儿。然后你正常买的话，黄桃罐头也是比较贵的，在罐头里面，黄桃罐头是算是比较贵的，一般的就是十几罐头呀，那都是便宜的。黄桃本身卖的贵，做成罐头它也贵，哥们儿。而且俺们家是采用的当季的黄桃，没有那种烂的、瞎的，都是整个的黄桃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一批纹儿，都是整个的黄桃一批纹儿。你看你在线下买的罐头的话，你看看，哥们儿，有多贵？线下的话，360克12.5块，310克10块钱，750克25了都。你像俺们家净含量510克的，你在线下买这一罐是15块钱。俺们家正常活动有没有在俺们家买过4块29.9块的，哥们儿？有没有买过？今天俺们家29.9块，再减10块，19.9块4罐。刚来几瓶，4瓶，哥们儿。4瓶，然后的话是19.9块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就是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聊天啊，几瓶到手4瓶，线下买的话一瓶就是15块钱，我们家的话是4瓶的话就是60块钱，咱们家是直接减了40块钱，宝贝，19.9块给他发的是4大瓶，你回到家的话你就直接，你干啥呢你？我脱袜子呢，刚刚弟弟给我把那个水弄到我袜子上了，气得慌，我脱掉了。几瓶4大瓶，你回到家给孩子是不是老铁直接吃了一罐，正好这一罐够孩子一顿吃的。刚刚有个姐妹问我，宁，你这一罐的话是有几片？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大约是几片。他这一罐的话带6到7片，对吧？6到8片之内，有7片的、8片的，也有6片的，基本上都是6到8片左右，就是3个黄桃以上，姐妹们啊，就很好吃，都一切纹儿，整个的黄桃。很过瘾，很脆软，很好吃，又降燥又缓解你的那种感冒的时候呀，发热的时候呀，不舒服的感觉，来上一罐又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像我们老家都是会囤一些，尤其是去年口罩的时候，大家都囤了很多罐头吧，因为它是有根据的，就你吃个罐头有的时候不好的话，它会缓解一下，会很舒服一些，姐妹们啊，不是很甜，它是正常甜度，然后呢就是很好吃，不腻，因为它是用那个白砂糖做的啊，里面是白砂糖，很甜吗？不是很甜，脆软脆软的，保质期是2年，因为罐头之类的保质期都会长，因为它密封的好，姐妹们啊，它密封的好，都是2年。你看每一个都是那种脆软脆软的，很新鲜，啥牌的都孵娃的，都孵娃。这一盘一罐倒出来就这一盘，就是当大家面现倒的，大概有个，你看它每一块，最关键是俺们家的罐头呀，你看看你随便挑一个，哥们儿，俺们家罐头没有下脚料，看到没有，哥们儿？是，没有那种下脚料，都是整个的黄桃一批纹儿做的，哥们儿，你看一下，你上一眼，哥们儿，是不是？都是整个的黄桃一批纹儿。咋啦？啊，没事。胖了一点，好嘞。孕妇可以吃吗？孕妇、老人、小孩都可以吃呀，姐妹们啊。谢谢大娘大宁的奖评，派了一单，谢谢遇见，谢谢您，不用跟我说客气，姐妹们，我要谢谢你们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呛到了，米线几单？米线给他发11包。你赵丫头，哥们儿，刚刚没给你打招呼，因为奎哥在那介绍着呢。我刚看到，我给你回一下，姐妹啊。哪个链接没有了？还要吗，哥们儿？当然要。现在是700单了，然后我最后再给大家加个300单，因为我说良心话，姐妹们，我估计着我们好久都不会再卖这个罐头了，因为这个罐头良心话，你知道佣金啊？我不知道大家信不信我说这句话，佣金少的可怜。因为这个品，我觉得放到最后卖还可以，放到前面卖不行，跑不起来量，挣不着钱这一款，老铁实话，必须要跑量，跑不起来量，这个真的是白玩了。
我们如果我们再卖一点卖不了，我们就直接过了，姐妹们，这个就是忒麻烦，因为它佣金少，你再跑不起来，不好干。来吧，我们再给大家再上最后300单，冲个1000单，这个品就过了。我们给我快点过，一会儿卖别的品了。然后我们家这个豆腐娃的这个黄桃罐头，宝贝，今天你去买的话，姐妹们没有低于15元一罐的，因为它老贵了，它是610克，它不是200克，不是300克，而且黄桃罐头要比什么橘子罐头呀、三张罐头要贵得多，也不是那种十斤的，因为我们是纯黄桃的。因为大家在外面买黄桃，大家都吃过，黄桃的话有多贵呢？你买个新鲜的桃子都贼贵，都比油桃呀、白桃要贵得多，是不是？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，姐妹们啊，它一罐黄桃里面有6到8片左右，都是整个的黄桃去做的，很好吃，一切为二。然后这是一罐的量，现场倒的，现场倒的，没有多加一块，这是现场倒出来就这么多，嘎嘎好吃，姐妹们啊，510克在新鲜卖多少钱？大家可以看一下黄桃罐头有多贵啊。来，你看。360克的12.5块，310克的10块钱，十块。咱们家净含量510克的最少15。是，今天在您的直播间，因为现在感冒发热的比较多，大家吃点罐头，它对它比较好缓解一下。而且大家都开空调，都开地暖，都开暖气，比较燥的慌，比较热，大家来个这个小罐头特别好。像我们北方去洗澡，冬天来了都去大澡堂的洗澡，带着孩子，带着咱自己，带着妈妈的话，它很热的慌，它燥的慌，它蒸的难受。你来上一个凉飕飕的罐头在澡堂里面，那简直不要太哇塞了，姐妹们啊！还有的就是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家里来客人了呀，咱哎有肉。有菜有酒，但是咱们还是不是会有一瓶罐头，倒上两瓶罐头放在那里，哎，人家都爱吃，对不对，老铁？当一个小甜点了。线下去买的话15块钱，今天在我的直播间，你这两罐就得30块钱啊！我家年年做可麻烦了，对，麻烦，是不是？有的还不会做，所以说有的会做的就自己做，不会做的一般都是买了。然后30块钱，今天您不要，宝贝，今天直接给您改价29.9块来，也不要，直接改价19.9块来，3213连接。大牛说的太对了，是不是？谢谢姐姐的支持。嗯，加上库存了，一瓶是1斤，一瓶是1斤多，510克，500克是1斤嘛。我们家这一罐是510，然后两罐的话，线下买就是30块钱。今天在我的直播间，只要大家19.9买两罐送一罐，三罐是不是都得45块钱？今天45块钱咱也不要，19.9，然后下单成功再送一罐，到手4大瓶，咱才要大家19.9块。大家都知道之前卖多少钱？之前都是卖29.9的这个4瓶，在我们网上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然后新鲜买60，在我们家是29，现在直接再减10块钱，19.9给你4大瓶，然后泡沫箱这样的给你发货，姐妹们啊，碎了呀、坏了呀都算我们的啊！来改价上车，4大瓶19.9。破天荒的降价了，姐妹们，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便宜过，一次都没有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卖的都是29.94瓶3瓶的，我们今天是19.9，保质期是2年，罐头类的保质期都是比较长一些的，因为它密封的比较好一些，所以它保质期就会长一些。盼了你，谢谢宝贝，看看保温杯吧，保温杯里面有讲解回放，亲爱的，有讲解回放，你可以打开讲解回放去看一下。来喽，我们开始炫罐头啦，好甜的，你知道吗？甜甜的，又很清爽，凉飕飕的，又很脆，又很软，脆软脆软的，就很好吃。拍了拍了，佳琪，生产日期是最新的，保质期是2年，而且这个糖水一点都不黏，看到没，姐妹，是很清爽的那种，这个糖水直接喝就行。你把鸡热上了吧？哇！来900单马上嘛，没有了，我们就在1000单，还有最后100来单，大家能抢到就抢到，抢不到就真没了。因为我说两句话，这个价格就是纯跑量的，19.9，姐姐们，19.9，姐姐们。然后要给大家发4瓶，啥牌的？豆腐娃的，豆腐娃啊，豆腐娃，不是豆腐娃，是豆腐娃，是木那个兜，是口袋的那个兜，福气的福，娃娃的娃，豆腐娃。呵呵，哎呀，来上一个，你看脆软脆软，又个头又大又好吃，你就喝吧，就吃吧，姐妹们啊，家里孩子最近不太好，然后没有啥食欲，然后咱给孩子开瓶罐头，咱们去澡堂洗澡，因为大家也都知道，我刚刚说给孩子开瓶罐头是有实际的，你包括去年是不是那个新闻一出，很多人都买罐头，为啥？它确实是有好处。你看我去年不是阳的时候，你们还记得吗？我录了个小视频在我小号上面，奎哥天天给我弄罐头吃，因为呢，你口感你没有食欲，你感冒了，你不舒服，你没食欲，你来瓶罐头，它缓解一下那种感觉，它很舒服。还有去家里比较热的、比较燥的，降燥。追个剧、看个直播的，对不对？孩子平时难缠的，哄孩子吃。还有咱们老年人，咱们爸妈爱吃的，过年的时候来亲戚了，招待一下朋友，倒在盘里，对不对？当一个饭后小甜点。还有的就是我们北方比较冷，
都不在家洗澡，都去澡堂洗澡。澡堂洗澡都会带一些小零食，你知道吗？给孩子带橘子、带苹果的啊，带奶，咱就可以给孩子带瓶罐头。洗完澡给孩子来瓶罐头，要多爽有多爽，姐妹们啊！我喉咙就像火烧一样，吃个罐头是也可以，小宝他可以缓解，就很舒服一些，你知道吗？姐妹们，没事，白雪哪里便宜去买哪里的啊！到手19.9，4大瓶。